等久了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黄焖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调料，放进冰箱腌制30分钟。最近他总是熬夜，气色不好，先给他热一罐小鲜炖鲜炖燕窝，身边的朋友也都在吃。锅里加一点油，配料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关键就是这一勺豆瓣酱，先炒出红油。啤酒代替水，肉汁会更加鲜嫩。香菇、土豆、青椒是不能少的，盖上盖子焖20分钟。燕窝也热好啦，它都是下单先炖，每周人先配送。吃了一段时间，气色确实有变好，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。